我是有钱但嚣张的恶毒女配。开学那天，拿钱使唤被我资助的男主帮我搬行李，却被女主义正辞严的指责：“同学，尊严比钱更重要，你怎么能这样羞辱人呢？”我觉醒后看了眼满脸厌恶的男主，转头对吃瓜的学长道：“给你两千，帮我搬下行李。”女主愤慨拦住学长：“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”学长扒拉开他：“姐，你去旁边发癫吧，别耽误我赚钱。”四十度高温的校门口，我中暑晕倒了。 在我旁边的谢瑞没有扶我，看了眼表，不耐烦道：“你以为你装晕我就能妥协了？赶紧起来，很丢人。”我恍恍惚惚的睁开眼，脑海里被塞入一段剧情。原来我是本校园言情小说里有钱但嚣张的恶毒女配，被我家资助的谢瑞是这本小说的男主，他清高孤傲，对我这样的富家千金尤为不屑。跟我考上同一所大学后，对同样是金钱如粪土的女主一见钟情。 俩人同仇敌忾，一边享受着我家的金钱和资源，一边骂我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。最后他们搞垮我家公司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末了，对着锒铛入狱的我嘲讽道：“你有钱又怎么样？我们的尊严和骨气才是无价之宝。”而眼下正是大一刚开学，我拿钱胁迫谢瑞帮我搬行李，被女主打抱不平，俩人一见钟情。这天，我在路过同学担忧的目光中慢慢站起来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旁边陡然传来一道柔弱的女声。 同学，你不要以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，尊严比钱重要。就算你资助了他，他也有独立的人格，你凭什么要求他必须听你的？这也太羞辱人了吧！我转头对上一张眼神淡然的脸，她叫徐若若，是大我们两届的学姐，在校门口迎新。十分钟前，我和谢瑞从劳斯莱斯上下来时，便吸引了她的注意。我指着成堆的行李，要求谢瑞帮我搬到宿舍，而谢瑞刚下车就变脸，厌恶的拒绝我的场景，尽数落入了徐若若的眼中。我嗤笑道。 如果不是受我资助，谢瑞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家餐馆打工呢。我家资助他三年，给他花了三十多万，让他帮我搬个行李，怎么了？徐若若皱起眉头，义正辞严。他能考上大学，是因为他自身优秀。就算你家不资助他，也会有别人帮助他。你这是邪恩以报。况且困境更能磨练一个人。就算他没钱，但我觉得他以后肯定比你有作为。谢瑞早已受够了我，此刻有个女生护他、懂他，他深受感动，看向徐若若的目光满是柔情。谢谢你。 谢瑞这副皮相不错，露出这样温柔的神色，徐若若脸红了。顺，他柔声安抚道：“同学遇到不公就要敢于反抗，别怕他不资助你。我们大学有奖学金和补助，再加上勤工俭学，怎么都够了。我也会帮你的，你不必再受他的压迫了。”你话可真多，我翻了个白眼。外面四十度高温，我可不想继续受罪。于是转头对迎新的学长问道：“我出两千，能帮我把行李搬到宿舍吗？”吃瓜的学长一听，顿时眼睛都亮了。 他正打算站出来，然下一秒，徐若若便拦在了他的面前。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这位同学，我们是不会助长你这种歪风邪气的。他话音刚落，学长猛地将他扒拉开。姐，你去旁边发癫吧，别耽误我赚钱，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啊！徐若若，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学长周柯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这学期不是要竞选学生会副主席吗？怎么能帮这种品行败坏的人呢？周柯白了他一眼。徐若若，迎新本来就要帮他们搬行李。 他愿意付酬金，我愿意帮他的忙。你要是想，也可以帮他呀，又没人拦着你。徐若若脸由红转白，这种不义之财送我都不稀罕。她说着，转身接过谢瑞的书包。同学，我送你到宿舍楼下吧，不用你给钱。谢瑞温柔的跟他道谢，和刚才骂我装晕的样子判若两人。周柯看着俩人的背影，暗骂了声有病，转头对我狗腿道：“大小姐，小的帮您拎行李。”我的东西很多，周柯搬了两趟才搬完。他离开宿舍时，我给他扫了两千块。 周科看见到账记录，笑得连声跟我道谢，直呼遇到财神爷。眸光一转，待看见学生会的群消息时，又狠狠皱起眉头。我直觉跟我有关系，问了句怎么了。周科索性把手机拿给我看，就徐若若那个神经病，在学生会小群里宣扬我为了钱脸都不要了，给人当狗腿子，号召大家在换届选举会议上不要给我投票。我看了眼群消息，徐若若平时人缘不错，刚发消息没多久，就有几个拥护者站出来。 支持若姐，咱们学生会向来秉持公正廉明的原则。周科的行为无疑是重隐患，要是别的同学知道他受贿，我们还怎么立威？就是为学生服务本就是我们的职责，收钱就不对了，搞得好像咱们是为了钱财似的。那个叫谢瑞的品行端正，若姐，他有兴趣加入学生会吗？徐若若回复道：“我也看好他，想把我学习部长的位置传给他，等他参加选举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帮他投票。”我随意扫了眼，嗤笑了声，他们是真觉得收钱不对。 还是只是因为这钱没落到自己手里，心里不平衡。周科问我笑什么，我摇摇头道：“申请加入学生会的报名表有吗？”周科有，我到，给我一张。军训结束后，学校迎来换届选举。谢瑞在选拔现场看见我时，微微一愣。我俩不是一个专业，军训这段时间从未碰过面。原本他受我家资助，答应了我爸妈，在学校多照顾我，但他早就受够我的刁蛮。 徐若若说的对，林家资助他不过是看中他有前途，自己凭什么要伏低做小，放低姿态？现在他已经读了大学，有了更广优阔的天地，以后前途无量，该林家讨好他才对。徐若若也看见了我，她皱起眉头，她怎么也来了？转头见谢瑞将目光放在我身上，他立马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们学生会都是品性高洁的人，绝对不会让林青年这样的公主病进来破坏学生会的风气的。”很快演讲开始，徐若若率先上场。 我本次竞选的是学生会副主席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向来清正廉明，和某些见钱眼开的拜金男不一样，也绝不纵容贿赂行为。只要有我在，就能维护学生会的优良作风。他说完，意味深长地扫向我和周柯。他原本是学习部部长，这学期本没把握竞选副主席，但周柯自己作死，他这也是顺势而为。徐若若发言完没多久，就是谢瑞，他竞选的是学习部长。本来一个大一新生是没资格上来就选部长的。 但徐若若早已打着品性高洁的旗号，在群里为他拉过票，且他发言的内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是如何兼顾了学业和赚钱，顺带还要伺候我这个大小姐。最后以高分考入这个学校。他说完后，底下响起掌声，连校领导都点头道：“这个学生不错。”徐若若对他温柔一笑，稳了。没过多久，我揣着银行卡上台了，底下的同学和老师一脸问号：“不是见过拿演讲稿、拿 U 盘的，谁家好人拿银行卡呀、啊？” 迎着他们异样的目光，我轻咳了声，道：“大家好，我来竞选学习部部长。我的优势就是有钱，只要你们选我，以后部门内一个月两次的团建，学生会内部组织的活动，我都包了。”说完，我两指夹起黑卡，笑盈盈地展现在大家面前。徐若若脸色猛地就变了，她站起来，指着我大声指责道：“学生会每个成员都是讲实力的，你没任何资历和实力，拿钱有什么用？你这是行贿！”我抬眼直直的跟她对视。谢瑞也是新人，论实力和资历，比我强在哪儿？ 他品行端正，不会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尊严。学生会需要这样的人，而不是你这种仗着有钱就可以颐指气使、随意践踏别人尊严的公主病。谢瑞也满脸厌恶的附和道：“林青年，你以为他们是高中那群势利眼，谁有钱就巴结谁吗？现在谁还稀罕你那几个臭钱？”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结果会教他们做人。十分钟后，票数统计完成，在学习部部长这个职位下面，赫然是醒目的林青年三个字。徐若若难以置信：“为什么？你们谁给他投票了？” 会议室戴着眼镜的女生举手，我投了。我觉得同事新人还是要选个对学生会帮助更大的比较好。接二连三的老成员们也纷纷举手。我们团建和举行活动需要经费，有他在，以后就不用抠抠搜搜了。林青年家境富裕，教育良好，比谢瑞合适多了。空头支票谁不会开啊？还是拿在手里的利益更实在。最后，就连领导也拍板同意。没办法，谁叫我给的太多了，连校领导都不敢承诺包活动经费。徐若若气的眼睛都红了。 学习部长被抢就算了，副主席的位置也因为我替周科拉票而落到了他的头上。现在的徐若若一下子沦落为小成员，她自然不甘心。她指着会议室里的同学，痛心疾首道：“我原本以为你们都是有骨气、有尊严的，没想到也都是一群势利眼。不就是几个臭钱吗？像我和谢瑞这般坚持原则、坚守底线的人，早晚会比他更有钱。你们太让我失望了，这样的学生会不进也罢。”他说完，拉着谢瑞，气势汹汹地离开了会议室。 大家看着他的背影，面面相觑，莫名其妙。那个徐若若好像很生气，要不然谁去轰轰？毕竟他之前也挺尽责的。大家犹豫着。这时我笑着道：“为了庆祝我刚加入，今晚我请客，大家都来。”他们话锋一转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谁不尽责？就他一个人自视清高，学生会又不是非他不可。是啊，他自己不也徇私给谢瑞拉票吗？凭什么指责我们？换届选举结束后，学校终于放假。周末，司机来学校门口接我。 见只有我一个人，他探头问道：“谢瑞呢，小姐？你们又吵架了吗？”谢瑞家住农村，十五岁那年，村里发大水，冲垮了他的家，淹死了他的父母。我爸妈资助他后，他便搬到了我家。按照原文剧情，我在谢瑞面前骄纵跋扈，只是想引起他的注意。我们经常吵架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不理我，我还要眼巴巴的凑上去，所以张叔才会这么问。而现在，我轻蔑的笑了笑，他也配跟我吵架？从今天起，他跟我们林家再无半点关系。 张叔愣了下，这时谢瑞刚巧从校门口走出来，一眼便看到张叔的车，他嘲弄地扯了扯嘴角，心想又来了，我在学校做的那些事，不就是想引起他的注意，逼他妥协吗？话说的很绝，现在不还是叫司机张叔乖乖的把车停在校门口等他？谢瑞冷吃了声，转头便朝公交车站走去，他偏不上车，就等我憋不住叫他时，他一定要将这个月受的气全发泄出来。谢瑞自信地往前走，然而他都要走到公交车站台了，还没听见我的声音。 他疑惑地转过头，却发现校门口哪里还有劳斯莱斯的影子。谢瑞脸色黑了下去，但没事，只要自己坚守原则，贫贱不能移，我早晚会像个哈巴狗一样凑上来。而我本人回到家里，立马改了别墅的密码，然后洗澡、换衣服、吹着空调，美美的吃西瓜、看漫画。等谢瑞转了三趟公交，又打了个车，终于拖着疲惫的身体抵达别墅时，他一边抬手恶狠狠地输大门密码，一边咒骂。 张叔怎么不能叫我上车？林青年的性子就是被他们惯出来的。我这次回去一定要警告他们。伴随着他咬牙切齿的声音，门锁机械的女声响起，密码错误。谢瑞一愣，又反复输入两次，密码连续输错三次，已启动安保系统。下一秒，几道手电筒强光打在谢瑞脸上。谁？谢瑞躲开强光，道：“是我，谢瑞。”开门。保安是上个月新来的，并不认识他。闻言指，指道。 谢先生，您想进来的话，联系林小姐吧。没有允许，我们不能随便给外人开门。外人，谢瑞顿时怒了。我不是外人，我就住在这里。保安，那您怎么会不知道密码呢？谢瑞脸色黑沉，他知道，可他没想到林青年居然把密码改了。他一定是故意这么做，想让自己低头求和。若是以往，谢瑞肯定转头就走。可现在他筋疲力尽，且心里压抑着巨大的怒气，急需对林青年发泄。于是他瞪了眼保安，拨通了我的电话。 我正抱着漫画嘎嘎乐呢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我看也没看的接起，电话那头传来谢瑞暴怒的声音：“林青年，任性也该有个度，你不会以为改了别墅密码就能拿捏住我吧？赶紧把门打开，我不想跟你玩这种幼稚的把戏。”哦，谢瑞看着被挂断的电话，脸色愈发黑沉。等会儿门打开，他一定要痛斥我一顿。可他等了许久，天都要黑了，迟迟不见别墅门打开，他的怒气直线飙升，又一个电话甩过来：“林青年，你特么开的门呢？”我挖了勺西瓜。 嚼嚼嚼，开门！我为什么要给你开门？西瓜真好吃。谢瑞差点吐出一口老血。你不给我开门，我怎么进来？这是我家，你进来干什么？怎么，谢瑞，你自己没有家吗？谢瑞难以置信。林青年，就因为我在学校不惯着你的大小姐脾气，你就要如此羞辱我？我和你只是资助人和被资助人的关系，我不需要你惯着我。我说这是我家，只是在陈述事实，没有任何羞辱你的意思。说完，我又要撂电话。 谢瑞却笃定我在闹大小姐脾气，她咬牙切齿道：“我没工夫跟你耍嘴皮子，林青年，当初是你家求着我住进来的，我不记得有这回事。就算有，那你就当我求你滚出去吧。”我懒得废话，挂断电话，顺手将谢瑞拉黑。挂断谢瑞电话没多久，我爸就给我打来电话：“绵绵，你跟谢瑞吵架了？怎么半夜把人赶出去了？”我想起原书中爸爸入狱的结局，鼻头一酸。爸爸很忙，极少回家，但对谢瑞也偶尔有关心，他却恩将仇报。 我将学校发生的事告诉了爸爸，爸爸一听，果真语气沉了几分。没想到他这么心高气傲，竟连你都不放在眼里。反正资助合约已经到期，爸爸以后不会再管他，随他去吧。原剧情里，爸爸看在我对谢瑞上心，且他老实可靠的份上，在他上大学后没少培养他，甚至让他进林家公司。正因如此，给了谢瑞可乘之机，搞垮了我家公司。可现在知道学校的事后，我爸立马打消了培养他的念头。另一边，谢瑞告完状，还在等我打电话求他回去。 毕竟，在他看来，自己这么优秀，我爸这么器重他，肯定会劝我的。然而，他等了两个小时，毛都没有。这时，路边停下一辆电动车，徐若若摘下头盔，欣喜道：“谢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谢瑞将刚才的事告诉了他。不知道为何，他对徐若若有种莫名的亲近。徐若若听完，义愤填膺：“林青年也太过分了，凭什么高高在上？你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，站在巅峰打他的脸的。我们不稀罕他那破别墅，你要是没地方住，可以住我家。” 谢瑞眼眶微红，十分感动。果然，只有徐若若最懂他。住你家不太好吧？没事，反正我也是租的房子自己住。徐若若将谢瑞带回自己的出租屋，房子不大，只有五十平。谢瑞只看了一眼，便微微蹙起了眉头，太狭窄了，连林家的卫生间都比这大。徐若若局促的声音传来，屋子比较小，你将就一下。谢瑞摇摇头，小又如何，比林家不知舒服多少。徐若若脸色微红。 你放心，我才不会像林青年那样高高在上。我觉得你很优秀，只要你在大学汲取到足够多的知识，总有一天会功成名就，打林青年的脸，让他知道钱并不是万能的。谢瑞心想：是啊，自己高考比林青年多考了六十多分，不就证明了他的优秀吗？金鳞岂是池中物，他早晚能腾飞。狭窄的出租屋内，两人互相含情脉脉的看着彼此，红了耳根。没过多久，谢瑞就跟徐若若确定了情侣关系。没有我这个恶毒女配从中作梗，他们的关系稳定的升温。 我和谢瑞每周有两节相同的大课，上课时总能看到徐若若陪伴他的身影。然而这天，谢瑞是跟他室友一起来的。他的室友看见我，捅了捅谢瑞的胳膊，兴奋道：“谢瑞，那是不是林青年啊？我听说你俩是高中同学，你认识他吗？可以帮我去要个联系方式吗？”谢瑞正在听课，自从他被我赶出林家后，便打算发愤图强，凭实力狠狠打脸我，因此听见我的名字，他皱眉不耐烦道。 林青年这种娇蛮跋扈的千金小姐的联系方式有什么好要的？难不成你想被她羞辱尊严吗？室友翻了个白眼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林青年上个月刚代表我们学校拿到全国小提琴比赛冠军，狠狠给咱们学校争了把光。像他这么优秀的人，性子骄纵些怎么了？我要是有这样的女朋友，巴不得捧在手里宠着呢。就是他另一侧的男生也凑过来八卦，而且我听说他对学生会的成员非常大方。 经常请客吃饭送小礼物，就算不谈恋爱，能认识这种大小姐也是老奴的荣幸啊。他们本就是随便聊聊八卦，然而听在谢瑞耳中，却像是故意在他面前炫耀般。他还在为了奖学金埋头苦学，没时间参加校内外活动，而林青棉已经拿到全国比赛的冠军。谢瑞的笔尖恨不得戳穿英语书，目光也不自觉的死死的锁在了我的身上。我今天穿了件白色的针织衫，阳光打在身上，为我镀了层柔和的光。 我单手撑着下巴，一边听课一边做着笔记。谢瑞看着看着，忍不住出神的想，林青年认真听课的样子，看起来似乎没那么让人讨厌了。而他望着我发呆的这一幕，正巧落在提前上完体育课，打算来接谢瑞下课，给他个惊喜的徐若若眼中。下课铃响起，我抱着英语书刚准备起身离开，徐若若猛地出现，拦在我面前。林青年，你别以为处心积虑的接近谢瑞，他就会原谅你。他永远不可能喜欢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。我。 人在教室坐，锅从天上来。教室里都是还没来得及走的同学，看见有瓜吃，纷纷围了过来。这不是我们辅导员助理吗？学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见有人认出自己，徐若若自以为有了后盾，连珠炮般道：“想必你们都认识林青年吧？仗着家中有钱，从不把人放在眼里，天天使唤谢瑞。想要引起他的注意，之前还大半夜的把谢瑞从他家里赶出去，现在又眼巴巴的凑上来，不就是想跟他和好吗？可惜他已经是我的男朋友了。” 我难以置信，只觉得他脑子有问题。首先，那是我家，谢瑞只是借住，合同到期后我让他从我家离开，有什么问题？其次，这节英语是大课，我也在这个教室上，怎么可能？我前面两次陪谢瑞来上课，可从来没看见你，因为我前面都在比赛，拿了三次全国冠军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徐若若脸色一僵，她的确不知道，她整天围着谢瑞转，早就不怎么关注学校的事了。就在这时，谢瑞黑着脸从后面走过来，徐若若赶紧拉住他。 阿瑞，他真的没有在缠着你吗？谢瑞面无表情地扫了徐若若一眼，他刚才的声音不小，这下所有人都知道他谢瑞寄人篱下，还被人赶出来了。他忍住甩开徐若若手的冲动，冷冰冰吐出两个字：“回去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徐若若瞪我一眼，赶紧跟上去。快走出教室时，谢瑞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想到刚才是有惊叹的眼神，又看看徐若若，想到他刚才撒泼的那幕，有什么复杂的情绪悄然在他心里滋生。那天过后，我更加忙碌。 因为觉醒剧情的事，让我明白外人始终是靠不住的。我要自己强大，哪怕不能像我爸那样将公司做大做强，起码也要保证不破产。爸爸不相信娇气的女儿能吃这个苦，在我的央求下，答应我只要期末能拿到一等奖学金，就让我进公司学习。与此同时，原本一心学习的谢瑞却变得心猿意马起来。某天早上，我刚晨跑回来，便收到一条微信，在吗？看了眼备注，居然是谢瑞。我一边吃早餐，一边划拉了一下聊天记录。 不得不说，我以前对谢瑞是真的好。虽然语气骄纵了些，但几乎都是我发十几条，谢瑞才会一两条，且极为不耐烦。我啧了声，立马将他拖入黑名单。一学期时间一晃而过，期末汇总时，我代表全校师生作为优秀学生上台演讲。此刻的我穿着白色礼服，整个人在聚光灯下熠熠生辉。谢瑞坐在台下，眼神死死地盯着我。活动结束后，我去后台换礼服。 还没来得及换衣服，休息室的门打开，谢瑞双手插兜，眸光定定地锁住我。我蹙起眉头：“你找谁？”谢瑞道：“找你，林青年，你怎么把我微信拉黑了？”我嗤笑道：“为什么拉黑你？自己没点数吗？”我的本意是跟他撇清关系，然而谢瑞不知想到什么，突然勾起一抹自信的笑：“我知道了，林青年，你这又是为了引起我注意的什么手段吧？”我，谢瑞走进休息室，同时打开手机，他并没删我，因此还能看见我俩之前的聊天记录。 屏幕上几乎全是我的消息，谢瑞道。以前你那么甜我，我对你视而不见，所以你生气了，故意拉黑我，想要引起我的注意，好让我找你把你加回来。我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。谢瑞，你该去看看脑科了。你又在嘴硬，你这些骄纵的把戏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他说着，视线在我身上流转，接着道：你这些天的改变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实话说，你这次的战术挺成功的。我不耐烦地看了眼时间，你能说人话吗？谢瑞呵了声。 网上不都说，只有自己变优秀，才能配得上更好的人吗？不就是因为我之前指责你公主病，你才这么努力让我改观，好引起我的注意？你神经病吧！我努力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再说了，我拿了五次国奖，你说我配你？我甩你十八条街，好吧？谢瑞皱起眉头，我高考成绩比你高六十多分，不正说明我比你优秀？况且你爸爸之前有心栽培我，想让我进他公司帮忙，不正是看中我的能力？ 承认吧，林青年，就算没有钱，我这样的人到哪儿都会闪闪发光。我敷衍的笑笑，那就等你先发光再说。说完，我抬手打开手机，将刚才录的音频转发给了周科，帮我发给徐若若。言毕，绕开谢瑞，跟躲神经病似的离开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徐若若就找到了我，林青年，你给我发的录音什么意思？挑拨我跟谢瑞的关系吗？我挑眉道，挑拨？他主动找我，跟我讨论什么配不配的问题，难道你不更应该去质问你的男朋友吗？ 我相信谢瑞，但我不相信你。他警惕地看着我。我早就听说你喜欢谢瑞，可他看不上你这样的公主病大小姐。你死心吧，别以为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就能拆散我们。我俩品性高洁，绝不会为你低头。他说完，当着我的面删除音频，气冲冲地离开。我嗤笑了声，目光隐晦地瞥了眼不远处的树下，谢瑞正站在那里。刚才徐若若为了他挑衅我时，他没有站出来。事实上，谢瑞原本是想过来的。 可他看见光鲜亮丽的我和平平无奇的徐若若时，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。谢瑞愣怔许久，回到出租屋，徐若若给他炒了个蛋炒饭。他吃着蛋炒饭，听他在一旁碎碎念：“这个月房租水电刚交了八百多，我家里给我的生活费不够用了，下个月咱们得省着花了。”阿瑞，暑假我们去找个兼职吧。谢瑞有些心不在焉的点头：“好。”徐若若动作很快，第二天就满脸兴奋的对谢瑞道：“我找了个辅导小朋友作业的兼职，时薪五百呢，咱们可以吃好的了。” 然而，当第二天谢瑞跟着徐若若来到他兼职的别墅区时，越看越觉得熟悉，这里不正是他住了三年的地方吗？我打开别墅铁门，看见是他俩，顿时晦气的皱眉，怎么阴魂不散？家教是小姨给小侄子请的，他要上班就把侄子托付给我了。我最终还是开门让他俩进来了。一进别墅，谢瑞就开始四处打量，看着看着眼睛就红了。我对他们道：上完今天的两节课，下次就不用来了。徐若若一听，立马急了。 凭什么，林青年？我们又不是你请的，你有什么资格不让我们来？我小姨那边我会去跟她说清楚，然后给我侄子换个家教。毕竟你们的三观和我们不一样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我也不想你们带坏我侄子。林青年，你这是以权谋私！徐若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“家教的工作是我们争取来的，就因为你的一句话，就要断送我们的努力吗？你未免也太霸道了！难怪谢瑞不喜欢你。”我的脸色冷了下来。谈努力，你们未必比得上我，更何况我有拒绝你们的底气。 你要真那么视金钱如粪土，就别舔着脸来赚我这笔钱。听见这话，徐若若和谢瑞脸色黑成锅底，谢瑞满眼失望的看着我。林青年，我以为这段时间你改进了，没想到还是如此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绝不会再和你有任何瓜葛。他刚才真是疯了，居然冒出要跟这种大小姐谈和的想法。我抱胸冷笑了声，想到原剧情，再也忍不住。正好，我也不想再和你们扯上关系，只是送你们走前，我还有几句话送你们。 谢瑞，别整天一副林家和我欠你的样子。你自视清高，是真以为尊严比钱重要？你只是不想让别人说你闲话，背地里骂你靠女人而已。要不是我骄纵脾气差，你还想软饭硬吃？这话说完，谢瑞脸色陡然一变，徐若若也挺起胸，想帮男友说话。我又指着他，话锋一转，还有你，什么爱情无价，什么品性高洁，你不过是看谢瑞长得好，有本事，想在他身上投资而已。你俩倒是挺配的，各顶各的装，我祝福你们。说完，我叫来保安。 被赶出去前，谢瑞眸光深沉，死死盯着我。林青年，你别太自以为是，当真以为我稀罕你的臭钱？我上学时成绩优异，能拿奖学金，以后毕业了也能自己创业，早晚会超过你们林家，你就等着求我吧！谢瑞狠话放得响亮。然而第二学期成绩出来，他看着自己年级第二的名字，再看看排在他前面醒目的林青年三个字，如遭雷击。怎么可能？林青年怎么可能会比自己考得好？他明明高考比他高六十多分。 明明一直名列前茅，是最优秀的人。谢瑞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像天选之子，只要想，没有做不成的事。但此时他隐隐觉得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变了。徐若若也看到了他的成绩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垮了下来。年级第二，怎么办？阿瑞，你是不是拿不到奖学金了？这些日子，房租、水电和生活费耗光了他的存款，再没钱，他就要睡大街了。谢瑞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你说话呀、啊，阿瑞，你的奖学金没了，咱们下个月的房租怎么办？ 谢瑞回过神，第二的打击本就让他心情极差，哪有空管这个？他略显不耐烦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房子不是你租的吗？你不能想办法？”谁知这句话却点燃了徐若若，连日的压力在此刻爆发。谢瑞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没良心的话？房子难道你没住吗？你平时吃的东西、穿的衣服，哪样不是我给你准备的？你是个男人，不想办法搞钱，难不成要我养你一辈子？谢瑞惊愕的看向徐若若：“什么叫养我？你说话为什么那么难听？你以前没这么物质的。” 徐若若，怎么连你也变了？我是不物质，可也要生活啊！谢瑞看着眼前被生活压垮、面容憔悴的徐若若，又想起住在别墅里光鲜亮丽的我，突然开口道：“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俗？真不知道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你的。分手吧！”他说完，推开错愕的徐若若，大踏步的离开。谢瑞在教室走廊堵住了我，我蹙眉道：“你这个点不去上课，拦下我想干什么？”谢瑞闻言，眼睛一亮：“你知道我这节有课，你还在关注我？” 说明你还是喜欢我的，只是看到我跟徐若若在一起，伤了你的心，所以你才会做那些事，对不对？对，肯定是这样。你向来蛮横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会做出那么绝情的事也正常。神经病，谢瑞，我没时间看你发癫，赶紧滚一边去。好了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已经跟徐若若分手了。你跟他分手关我什么事？谢瑞无奈又自信地看着我。我承认你之前说的某些话是对的，我也承认你赌赢了。 你不就是想看我向你服软吗？我现在来了，你别再闹大小姐脾气了。晚上我们回别墅吃个饭，我再好好跟你道歉。以后你收敛收敛你的脾气，咱俩好好在一起，行吗？我真的很想骂娘，但我的素质不允许我说脏话。我掏出手机，冷着脸道：“你再不滚，我就要报警告你骚扰了。”谢瑞见我真按了，皱起眉头。林青年，任性也要有个度。我都来服软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难不成真的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？ 你别忘了，你爸爸一直把我当林家继承人培养的，以后你还要仰仗我，劝你别太过分。林家继承人，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？我嗤笑了声，你觉得我家需要一个只考得到第二名的继承人吗？谢瑞脸色一僵，这只是暂时的。不论如何，这样的结果就只说明一个问题。我打断谢瑞的话，冷声道：你从前的确聪明，但你别忘了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林家一年可以资助几百上千个。你特殊不过是仰仗我，但你很蠢，居然不想着讨好我，反而跟我作对。 那你就带着你可笑的自尊心从林家滚出去吧！我说完，趁他愣神，转身离开。之后的时间里，我便忙着准备出国。爸爸看到了我的努力，决心栽培我，要将我送出国深造几年。签证办下来那天，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。我许久不去学校，这事还是周科告诉我的。徐若若被谢瑞甩了，手里的钱也花光了，现在马上实习的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她找谢瑞要点钱，帮他分担点压力，谁知道谢瑞指着她的鼻子骂她拜金。 徐若若气疯了，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把刀，趁谢瑞不注意，连着捅了他八刀。啧啧，刀刀见血，听说鲜血飙了一地，把周围的同学吓得要死，赶紧打电话报警了。不过没啥用，谢瑞送到医院的时候早就没了呼吸。徐若若也被警察抓了，具体怎么判也无从得知。不过这辈子算是毁了。啧啧，你说他俩好好的不行吗？非得跟你较什么劲啊？哦，不对，你这么有钱，他俩这应该是跟钱过不去才对。居然真有人跟钱过不去。 我看着这串消息，心里升起一股奇异的荒谬。他们可是言情文里的男女主啊，是经历无数阻碍，还高喊着爱情无价的纯爱战士。怎么我这个恶毒女配不配合，他们就沦落到这个境地？可我又觉得毫无违和感，脱离了小说中离谱的设定。比如我这个送钱送资源，哪怕被嫌弃被指着鼻子骂，都热脸贴冷屁股的女配，回归现实，他们的结局本就该如此。全文完。